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稀有神加倍的，这个是抽卡的测试。哦，这个我之前马年周年，上架一周年，这个抽卡没抽。好，首先这是第一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妖狐会不会出现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这是银卡来的。什么鬼啊，银卡什么烂送卡。OK， 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先来一个一抽有抽好不好。刷小魔女，非常好，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出现了。这时候十抽通常会抽出一张，就是这个白金的那个可能性就会提高了，是吧？是吧？靠，但我没说过。啊！异界龙，来吧！我有五八，还有八抽。这个大家现在都在抽了。哦，白金卡是什么呢？紧张时刻来到。哇，哈哈哈，没关系，是龙魂石对我也是有用的。好，继续，再来。这个我们现在会员大家也都一直在抽了，通常会还是白金。怎么这样？居然不是白金。居然不是白金，没关系，通常五抽当中，就是只要中白金之后，五抽之内还会有白金，只是什么白金我们就不晓得了哈，是不是啊？白金卡，非常紧张的时刻，双翅龙魂石是怎样？好，我们继续再接再厉。这个哦，非常好，又是白金的。哦，这个我们组员已经有人抽到妖狐了。我怎么会抽到这一只？哦，因为光加倍，我这个刚好有光账号，所以还 OK。回，哇，银卡，悲剧的银卡。好吧，剩三抽了。把它抽一抽吧，本人现在已经保持着就是属于半放弃的状态了。虽然看到白金，但是没有说特别的兴奋，有没有？但是紧张还是多少有的。非常好，两只废雷的，不是废物啊，是废雷啊！来吧，哦，又是白金，真是，现在是被白金弄得忐忑不安这样。有魔法，我有了。哎，至少给我个红艾尔吧，老大。好吧，最后抽了。谢谢各位。什么烂卡 ？OK， 好，这个账号一已经测试完成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成果。哦，包含那个周年送的那一张，是唯一有用，就是龙石跟这个杰克吧。牛魔王好像重复到了，看一下，牛魔王是重复到了。啊，对，牛魔王重复到了。shit。啊 ，OK， 账号一测试完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